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你摔了狗吃屎，心里美得不得了啊！有本事你打我啊！你，没事啊，大家多练习一下就好了。大家休息十分钟，一会儿回来，观摩一下花花队的训练，学习一下花花队的步伐。等我回去慢慢收拾你啊！给，谢谢。原来你叫玉言啊！你说像你这种长得又好看、名字又好听、技术还好的人，只能出现在漫画里吗？马屁精。我叫唐雪，我是冰球队助理，以后有事儿找我。唐雪，人如其名，也很好听。一对儿马屁精。我说你今天是不是闲的？对，我就是闲的，我口渴了，赶紧给我弄杯水喝。别管。哎，唐雪，给我把盖拧开。你大老爷们自己没手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刚才啊，刚才。地上杵着了，快点的。行。我帮你啊。不喝啦。喝饱了。玉言，你吃饭。